奔腾的云海像是瀑布一般滔滔不绝从山头奔泻而下，就像一幅绝世山水画。流云翻涌，如烟如雾，变化莫测，青山在云海中时隐时现，仿佛置身仙境。随着阳光露脸，缭绕的云雾从流泻的瀑布、松软的棉花转化成飘渺的姿态。双十国庆受东北季风影响，明显转凉。随着气流变化，有着“云的故乡”之称的五界捕捉到绝美的云海云瀑。海拔更高的福寿山也出现云雾缥缈的景致，空拍机一飞，翠绿的山峦被层层云海包围，壮丽美景让人惊叹。那雪山山脉，那映衬着这个整个云海，啊，非常的壮观漂亮。那个雾气啊，云气雾气整个都会上来，那感觉就是很不一样。荧光面色彩鲜艳，背光处深蓝黑白的山势搭配流云，更显得气象万千。国庆出大景，游客忍不住赞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。九零新闻警城台中采访报道，我是陈怡蓉。播报工作就像是突发新闻，你永远不会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事，而棚内的第一线总是充满刺激与挑战。更多的新闻资讯请锁定中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并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和开启小铃铛哦。